站着，我说站着，上一次的时候还是在街头艺人，站着，而且你还要保证你的表演品质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好吧，我们来，我们就一镜到底，然后就可能抓个几首歌练个手感。第一首歌是草东没有派对的愁愁愁愁。谁能够找到我？
原地停留，等着你，也等着我自己，你若能懂。好吧，忘记怎么弹。好，就这样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拜拜，谢谢。